萧朝章问老师，伊个药盒包吼，伊机要面顶有土黄色，是药伤还是病虫害？因为真济哈，咱今年那是以这个奶鸡啦哈，奶鸡来讲呢哈，这个目前哈，佮看起来呢不太状况哈，状况呢啊，这状况哈，无讲。无讲介好势吼，啊，为虾米是安尼讲吼？因为今年吼，即、這个普遍呢，即、這个伫寒人即个时阵吼，温度小可了啊较啊，小可了啊较悬小寡吼，小可了较悬小寡，所以有可能就是讲伫即个开花结果这段期间吼，就很容易吼，就很容易呢啊，这个受影响吼，所以这可能好朋友呢啊，首先爱先知影的这个所在啦哈。啊，真济吼，我讲啊，唔知诶，这个开花有啥物款的这个啊影响哈，这真济呢，今年的花吼，我无通遐尼好势哈。啊，开花开了那是，虽然讲寒人迄阵呢。无通介即个温度吼，种水分是有较大伤，但是迄个温度了啊较悬些块块吼，所以那是讲有诶吼，算较无通遐尼好吼，所以呢大概呢今年有即种诶即个情形伫咧吼，所以好像有一些人哈，即大概伫咧感觉讲好像即、這个。并讲今年吼，真济虾米款，即个叫做荔枝春象吼，荔枝春象即种诶一个啊，即个大爆发吼啊，然后呢，今年可能呢啊，那是要吼算真济吼，真济即个啊产量呢，其实受拢会了后受到即个影响吼，即目前吼，目前个看起来呢是。无咱所想的遐尼严重啊，就是讲，但虽然大家拢烦恼啦吼，但是呢，目前该想起来吼，无咱所想的遐尼严重吼，大致上是安尼即个情形，但是，还是有影响啊，唔是讲即个无影响吼，即、這个真爱去注意即个所在哈，即、這个小蛋姐哈，小蛋姐个是。那只小狗狗，老师要去给他教训一下。把处理者给他关到，好怕无这真正是啊，为什么会跑过来呢？就在门口那边哈，觉得有一点点麻烦。没关系啦，不要紧，好，好，这个咱好朋友这个问题，不是开会这个问题哈，也伫许个管顶呢，安那从一种吞哈，那个颜色哈，有一点点啊不啥正常哈，这种呢你要注意哈，这一般来讲，这通常是含这个螨类哈，含这个红蜘蛛之类的一个这有关系啦哈，所以呢真济哈，可以讲迄个许啊哈，叶子上呢你要稍注意者哈，这有当时啊伊较严重的时阵哈，比较严重的时阵呢有可能吼，就是讲，因为今年咱拄到的一个，这个病工像锈螨，这种的吼，这锈壁杀者啦，吼，这其实它也是这个，因为这真细只吼，所以一般来讲，那是较打伤的这个天气呢，伊就真容易吼，去甲食，所以你会看到伫这个叶啊吼，叶啊有一寡呢。安尼就是安尼，褪色，更加严重，伊会更加乌啦吼。这所以大概这个买影响点，所以这里要稍注意者吼。这应该是这个红蜘蛛之类的这物件吼，去改这个影响的吼。所以你应该稍注意。当然，这不是要你晓啊吼，要不介严重吼。伊那更加严重，你会看到伊有一个这种会肿起来吼，有一个这个叶吼会肿起来吼。精一个这个安尼，那种一个虫蛹迄种物件吼，所以你这可能爱稍注意点吼，这应该是这个螨类吼，螨类这对伊这个危害吼，所以爱真细致吼，这大概是咱会拄到这情形吼，这当好朋友呢稍做者这个了解吼，这大致上呢是有这款呢这情形的嘞吼，佮有一种可能性吼，就是讲你嘛是爱。但是因为一般袂讲唔在有一个药啊吼，有一种即个叶枯病吼，但是伊这一般那是叶枯病，是为药尾迄个所在吼去
渐渐啊，危险的所在入去吼，这一般来讲啊，应该唔是一种情形啦吼，所以你这应该是慢的吼，慢的气味上低度这类的这个危害哈啊，这里定爱细致这详细个看吼，这应该伫后啊这后边面呢啊，你来边个来看买下这哈，应该是会有。会可以看到啊，去看到这种的这个情形的嘞吼，所以伊有当时啊，伫遐啊吼，你小甲看吼，即详细甲看，也一只一只吼，很容易吼，很容易去看到安尼吼，所以这里小注意点吼，小注意点吼，即有时啊是安尼，即情形的嘞吼。好，这个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吼，即有好朋友弟弟这里。管理上做一个这个参考吼，这应该不是这个要害吼，这应该是一种的虫害啊，这小注意点吼，小注意点。有一种可能性吼，就是讲因为这种那是有要害吼，要害多数是位于这个小径的这个所在吼。那药啊伤到，一般是右耳的较严重，还是后颈的？这背伤通常是后颈的较严重。啊，你那是这个背伤也好，还是讲右伤也好，就是这个伫较幼小的这个所在吼。啊，那是伫较老幼发生这种情形，一般拢是含这个手表啥这种吼，含一挂这个春象吼，这。伊去甲输迄个输迄个营养吼，这拢真有可能吼尤其那是迄个幼婴啦吼，还是讲伊的这个小啊啦吼这拢有可能吼，是即款情形滴咧吼，所以最后你小做者参考吼，这大概是有啊。即即阵热人吼，因为高温你咧用药啊时阵爱注意者吼，这有时啊。这个好用的这个油啊，吼，常常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个要害吼，所以迄个浓度要注意者，像这种小型害虫吼，这种小型的这个海棠这的吼，红蜘蛛啦、手柄虱啦吼，这种目睭看较袂到吼，这拢爱靠水分吼，这天气人较打伤这个就容易来改这个发生吼，所以这里加会当吼咱。就有好朋友哈，你的管理上呢，哈，栽培上你少来个，这个注意一下呢，哈，这大概是安尼提供我的做参考，